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，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的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造福社会，并且成立更多的公益机构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下面呢，有请我们的诸位贵宾移步到我们的宴会厅。来，宋小姐、王小姐，帮你拍一张。感谢王氏集团，晚会开始。老板，出事了，宋小姐的养女可可不见了。什么情况？可可不见了？是这样的，因为可可比较懂事，而且她不喜欢人多，所以我们也没特意派人看着她。不过我已经查过监控了，可可是跟着一个女人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可可被人拐走了吗？